为佛有起坐。尊敬的世上法下真法师、沙巴佛教会主席、副主席、各位理事及各位佛友，晚上好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那么今天法师的讲题是五戒的持守与违规。现在我们有请违犯，对不起。现在我们有请法师慈悲为我们开示。阿弥陀佛。各位佛友们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晚上我们要讨论的题目是关于五戒，是在家中的要做的工作。这个五戒呢，我相信你们大家都很清楚，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把它详细的分析，大家就会对它有一个正确的认识。所以在还没有说之前，我请大家一起合掌，我们一起三称本师释迦牟尼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。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。再皈依佛，再皈依法，再皈依僧。再皈依佛，再皈依法，再皈依僧。三皈依佛，三皈依法，三皈依僧。三皈依佛，三皈依法，三皈依僧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开始讨论这个题目。首先，我们先分析为什么我们需要戒。要明白为什么我们需要戒，我们必须要看整个我们是在这个三界里面轮回。因为我们是在三界里面轮回，所以我们是什么原因什么轮回呢？它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业，我们的业呢是我们的好像汽车的燃油这样。因为有了业就有了推动力，推动力就使到我们呢，一世又一世。比如说这一世，我们从生下的那一天一直到死，我们一直在造不同的业。大部分是属于恶业，只有极少部分是属于善业。所以，因为这些业的推动力，所以使我们那个业不会灭尽，也不会减少。所以因为这样的结果，那个燃料那个推动力继续在那边，所以下一次我们变成无可奈何的又再出现在三界之中。所以佛陀就讲，如果我们要能够准备或者我们能够真的是很精进，我们能够做到从三界之中出去的，不再回来，那就是要怎么样做？那就是要准备把我们平常，当然我们小的时候我们不知道，我们 不大清楚我们心中的那个念，但是如果我们学佛之后，我们会清楚我们心中的那个念，所以我们就要想，我们要怎么样使我们的那个意念。